这个可以洗手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有水。这个水是冰的。这个停车场好，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厕所也蛮不错的。对。我们已经回到停车场了。等一下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爱车。这是最兴奋的时刻。是啊，终于解脱了。对，终于解脱了。